蓝雨之歌，清泉故事。作者：美，丁青松。译者：三毛。蓝雨之歌。烦恼。在这个人间天堂里，倒也有不少烦恼。首先就是食物，不是没有，就是不够。上次的台风侵蚀山坡，留下了很多盐分。地瓜长不起来，冬天的植物也泡汤了。这几个月来，大家只有芋头可以吃。因为芋叶的生命力强，台风奈何不了它。但是光吃芋头也不是办法。岛上没有地方买米。老马杂货店也只卖少量的面粉而已。根本不敷所需。所以人们都找上教堂来了。我写信给贺神父。他隔一段时间都会寄一些米麦来。我就拿来卖掉。但是供不应求，不管寄多少来还是不够。再加上每次米送到的时候都是时候不对。老是碰到下雨，搬运和卖米简直是吃大苦。而且总是有人没分到。就算有钱也买不到。更别提那些没钱的人了。他们只能啃着越变越小的芋头充饥。每天都有人到教堂来问我有没有米。米什么时候会到，以及我能不能卖他们一点点。有个一只手臂萎缩的老人，因为他不能工作，所以常到教堂来讨钱。我会给他几块，然后他会把钱还给我，表示他想买一点米。我摇头说不行，因为我没米了。有时候会有一个中年妇人来抱怨她的肚子痛，我给了她一点药，但是我知道她真正需要的是食物。我的第二个烦恼，说实在只是我一个人的烦恼，那就是我的牙齿。我补过的牙有一次嚼硬槟榔时掉了，蛀洞变成空的。我每次一吃东西就痛得半死，我就换另一边吃，结果另一边也蛀了，所以我只好用两个门牙了，像兔宝宝一样的啃着食物。但是情况越来越糟。我听说在空军基地那边有一个牙医，所以就赶紧跑去求救了。牙医回台湾了，只有他的助手在。助手是一个18岁的男孩，他连自己是哪一族的人也忘了。在军营的一个角落里，有一张桌子，上面有几罐药，还有灰尘和蜘蛛丝。男孩叫我坐在发霉的桌子前，用吊着的钻子开始展开工作。钻子是用脚踏板控制，就像缝衣机一样。我屏住呼吸，准备挨宰。他替我的一颗牙齿钻了个洞，说是放出里面的气。他做完后，在新钻的洞里塞了一点棉花。在我原来的蛀洞里也塞了一点。他叫我明天再回去看看情形。现在比较不痛了，只是吃甜东西的时候才会痛。往后的一个礼拜，我每一天都回去检查。每一次那个男孩就塞一块沾药的新棉花进去。我希望牙医能赶快回来。他说因为他只教我到这一步，剩下的我还没学会呢。我决定到台湾看医生。学校放寒假了，也许我去台湾的时候可以和巴阳一起到山上工作。我买了第二天早上9点的飞机票，
这里新旅馆的事业逐渐起步，班机也比以前多。第二天，教堂又像往常一样涌进要米和药的人。我试着收拾行李，手臂萎缩的老人跟我要钱，肚子痛的女人也在那里问我拿药。我到处找我的吉他，我想带回台湾修理。有人说山那边的一个男孩昨天晚上借走，拿到他的村子去了。现在7点，离飞机起飞还有2个钟头。差不多刚好够我跑去山那边拿吉他再跑回来。但是我得先找东西吃，否则一定没力气爬山。不过我这里没有东西吃，我跑到下面老马的店里买饼干，但是还没有货。我匆忙跑回教堂，找到一些干的燕麦粥，我加了点冷开水搅开，因为我没有糖，所以我就拌了一些果酱进去，囫囵吞了下去。然后我又冲出门去，留下那个手臂萎缩的老人和肚子痛的女人在那里呻吟。我喘着气从教堂后面往上跑，奔到一半，我的牙齿忽然大痛特痛。果酱对了，刚才我为什么在麦片里加了果酱？牙痛使我受不了，再也走不动了。我跌跌撞撞地从山上走回教堂。哇，你回来了。手臂萎缩的老人贪婪地笑着。肚子痛的女人说不知道我去哪里。我瞪着他们两个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乱找一些棉花，倒了药性很强的药上去，胡乱地把棉花塞进牙洞里，感觉像火烧一样。啊，我痛苦地呻吟着。手臂萎缩的老人和肚子痛的女人迷惑地望着我，好像我不该会有痛苦一样。我沉默地又瞄他们一眼，出门拼命往山上跑。借我吉他的男孩去钓鱼了，他妹妹说他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没有带吉他。我简直疲倦灰心透了。我又稀里呼噜地回头，到村里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。我浑身又脏又痛又湿，拎了行李就到旅馆前面，拼命往天上找飞机。我停在门口喘气。这时我从汗蒙蒙的眼镜片中看到负责替旅馆定位的那位小姐。她微笑地走向我，肩上正挂着我费尽千辛万苦都没找到的吉他。谢谢你的吉他，她愉快地说，昨天晚上我问那个男孩可不可以借我。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。哦，今天飞机不会来，也许明天会吧。拜拜。我接过吉他，就当时那种情况，尽可能礼貌地谢谢他，然后一歪就跌坐在地上，等着那个手臂萎缩的男人和肚子痛的女人来找我了。